揭牌百日，临港新片区正式发布产业地图。这八张图让你看到未来。11月28日，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揭牌百日之际，新片区管委会正式向社会发布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产业地图。临港新片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也于同日正式揭牌，将进一步助力提升新片区招商引资服务水平。据悉，产业地图共八张，依次为临港新片区区位图、临港新片区功能分区图、临港新片区用地潜力分布图、临港新片区重点产业定位图，以及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航空航天四大重点企业分布图。同时，在金融、贸易、航运等服务领域与原有片区形成错位，重点发展新型国际贸易、跨境金融服务、航运服务、信息服务、科技创新服务五大现代服务业。新片区产业定位和产业布局的明确，将更好地引导产业布局，培育产业生态，也有利于打通政府与企业的信息壁垒，为新片区打造开放型产业体系提供更精准的决策支撑。